都免吗？可啊。不等啊，听我说免他，他就直接发，他会发大，这样子的吗？他表示我不想睡。免了吗？没有，我刚实际上被他打得很惨。他一直搞我，哎，太大了。打完了，对，这么近的，没有，我免了刚刚利刃一发，还有一发。好，没有那么好射，我们这次免真的是晚了。差点！小心啊！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！
好远。可以撞了吗？又拍打。看我一回来就是快到，没错，我没听到快到的声音，不过我没死，还好。哦，不认。为什么？我们就让他，我怎么把他领呢？哪里有石头？晕了晕了！最后的机会了吗？快快快！来，给你机会。有了，脑袋掉了吗？掉掉掉掉，脑袋掉了。干！七。OK。我发出了诚实的脏话声。啊！还是射爽哎、欸！虽然我也在射就是。干！没事，换人。没事，突然发出我诚实的脏话声了。还来？又来？快死是不是？这么嚣张？可能哦。破头了，他随便射了。可是头会造成他晕眩，还是射头比较好吧？又来了，再回。找一个输出，给我勇敢。啊！哦，晕了晕了，最后的机会了，干掉他！我的天，没耐心。死了！有了有了，王眼壳，王眼壳，眼壳最重要，他不重要。对对对对，我不要显玉啊！没有啊，他是固定，他头壳就是会没有会有显玉。哦，会有显玉。哇，刚刚我是两个眼壳哎、欸，我一个显玉，我也是两个眼壳，超棒的。破头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做一把武器了。超爽、啊、基本上不要出显玉的话了。我是必定可以挖哦，这么爽！打金羊有没有？金羊没挖那么多次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有有啊，射六次。破脚，然后再挖脚，六次啊。哦，狙击金员撞在旁边的。哇，这把超好玩欸，狂晕欸，你知道吗？三个一直在晕他，一个可以晕人的锤子，只有两把侧甲在射他，他还不晕吗？刚刚就狂晕啊！如果到时候再加一个输出的话，就超快的了。破坏部位两次，我破坏什么？我知道，破坏五次 ，hot， 可能是一次验壳吧。不会是两个脸都是我在砸的吧？都是我砸坏的。我从头到尾都是射他脸的。我都在勾，我天啊，三次上下。
哎，等，我们要去做一个，还有一只黄金龙，做一个龙岩龙。嗯，对啊，龙三龙就说了。还是你还有一次那个？我还有一次哦。那就继续啊，还是要继续，还是打别人？会继续啊。我发现我的蜂蜜快没了。开始继续吗？开始回来了。只是我刚在等你们的时候又断了一次。啊！哇！你这么惨。还是他的手气。我是看谁盖的配装。好，我也是。这是 Sky。嗯。讲话有点像这样子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哦，好可爱！哎，对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对对对。可是他这个，他其实这个音量现在好有好一些了。有啊。他以前真的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真的很重。鼻音吗？对，类似鼻音吧，还是就。你可能要翻他以前的影片来看，大概全新时期的影片。远方的罗雷莱，我会不小心罗莱吧？远方的罗莱吧，可以的。就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罗莱吧？等下，猫的 KO 数哦。哎，对哦，吃 KO 数好。我想吃 KO 数。没有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这把有 KO 三的，然后弹丸还加重了，已经够。我还是吃大毅力好了，大一万，吃大爆酬金如何？哇，厉害哇！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什么？没有狂加我好友，你可以先不要。按，然后插掉之后，他就不会再加你，他就设为那个。没有啊，我都这样子啊。不然一直按取消真的很麻烦。然后他的灰色框框里面叫繁星。所以开场就地上就有那个掉落物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不然刚怎么一开始就有？打出来的哦，那我等下就不回家了、啊。我记得好像是奈斯会有出来的，那就给奈斯打，我去捡。可是几率问题，我是有看到一颗了。没关系，没有再回家。我看奈斯那边的对话框有写掉落投射物什么的，因为开场直接大家都趴在地上了。对啊，也很难说了。哦，没事，你有耳塞啊？我有啊，我一定要耳塞啊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 nice、我先落他点。哇 ，nice 加油！我已经放好了，看这边，还有一个，有点尴尬，快点！哎、欸，怎么在手上？起飞！一样欸，不能连续撞欸。啊！啊！对不起，我忘记。我来拿。我发现没在动了。啊！要动什么？就让他整过来。我要动什么？我来试一下，走。一直不动，就是太坏的。撞了吗？
撞了撞了撞了。不要被我捞飞了，我会不小心按掉。啊，难怪这么痛。怎么回答？哎，白痴哦！我去换装了，各位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我们掉落物，捡啊，找到了。那怎么又脱离了？哎，真的哎，用脱离。嗯。哇。先落你脸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，红脸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。耶，
来了，哦，是呀，干，不是，哦，来不及啊，不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还有一次机会啊！九桃，太想撞那个陷阱，你知道吗？这位置很，这个很好。我卡在他的嘎子窝下面，然后现在滑到屁股下面。我在哪里？他哄，哎，他不给我发哦。对啊，刚刚也是不给我发，设定不想给人家发现的，发到陷阱。有了吗？还没有哎、欸。有，哎、欸，有了。那位太刚好了。快！好远。小心啊！我不爬了，我不爬起来了，好的这样子。我靠，他把另外一边的车爆了。在哪里啊？哦，放我！好喽！啊屁的！我操！下来，开大了，开大了，你小心哦。好，但是先不过去了，我去补个子弹。好了，大开完了，也射完了。地图上面石头了。好了，可以过来了，安全了，认真。喂，你射到我脚底了。没事。骷髅头了。骷髅头，对啊，我看得到骷髅头哎、欸！哦，居然啊，快挂了！到底啥想？我干，你够什么头？你看得到我骷髅头？哎、欸，他眼神居然没掉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是。我的爸！好了，结束这回合。原来骷髅头是你啊！是我，原来那是我的骷髅头啊！但是好奇怪、啊，为什么？
这么痛吗？啊！这我命药已经塞在纸包旁边了。啊，920的爆调查报告真赚。啊！920？那对啊，我4300哎。嗯，那个可能前面破坏部位是你的。啊，接下来干嘛？还有吗？ 黑狼鸟，狼鸟，黑狼鸟，哪来的？你，不是啊，四十九等的那个啊任务啊。啊，我的任务不是黑狼鸟吧？不是啦，你49等任务有个是要打什么浮棉鸟跟，对啊，对啊。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，就是密战吃火枪啊，浮棉鸟和吃火龙啊。对啊。哦。 两个都是炸，嗯，可以啦，可以了，尽量了，接了，然后就要塞3颗耐棉珠了，怕爆，困，真的会困好死。好，就这个了，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。 啊！哦，欸，他们 HD 他们已经打到领导者了。嗯？他们就快，他们在打尾。我接了。我在看哪一个？哦、我先去打吃火龙。 有何嘞？在准备东西，马上就到。好了，再跑过去了。大哥早，严校早。严校啊！你们校昨天5、6点还在啊？真是假的？嗯。听说已经放寒假了，不是？ 昨天陪他打那个啊，明波龙。啊，我 HR 才48，你还在48？那取消，我们去打巨魔之地，走走走。嗯，想打巨魔要输啊。走走走走，脱离脱离脱离。是黑狼鸟。啊，刚刚失败啦，所以48。哦哟，谁猫掉的啦？不然好像两次都是你耶。哦哟，谁啦？ 那谁开巨魔？我的可以啦，我已经4等了。好，我的矿也很丰富哦。走，出发。可以进去。营地3，确定。哎，有其他营地吗？有啊，无意间探索到的。哦，好像有4个吧。那我去是不是也有那个营地？ 你就是先采过啊，等下带我采吧。你就进来就选营地3啊。哦。昨天陪严校打完明波，就在这边撑着采集装到处挖。嗯。这样。你还没进去吗？等一下。哦，我比较奇怪。对啊，要先跑动画之类的。再看基础知识。好了，进来了。对哦。 金火龙会很奇怪，就是了，还有银火龙，没差，那是之后的事情。我不认识巨魔之地，按错了。
Go！ 我看到山了，先去踩个地。Go！、你这把是流斩的、哦。对啊，我有打人一只之后就不用那一把了。对，我只要去看一下六子弹龙的。不对，还是这把比较好。毕竟流斩的击伤很高啊。不过等金火龙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替，就要把它替换掉。也是。金火龙的武器好像大部分都很好。我需要狩猎过的痕迹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那带我去哪里？问风扇长。跑来找猎狼龙干嘛？猎狼龙有、哦。有啊。好。不是啊，我想要狩猎痕迹啊。因为要有那个，我才会那个解析状况才会跑出来。那要先打啥？争斗痕迹，看你们啊。别打。你惊啊？不用怕。看到谁就打谁。那个我的部分呢？跑去藏青之谷了。怎么有炫鸟？有雷狼，等一下。先踩雷啊！雷狼，哦，抓痕，不可以是炫耀。我到了。我要先踩痕迹。前面呢、啊？走吧。我看到了。还带啊？先撞为敬。啊！我被吼下来了。画下，还可以再撞一下。要进在电脑，嘴巴软化了。哇靠！